好似啊，新聞報道張曉明話要搞呢個司法改革喎，今次又搞邊科啊？唔係張曉明話搞，佢係演繹出嚟話要搞啫。嗯，實際你林鄭月娥要搞嘛？係，梗係啦，做啊，林鄭做啦。同埋佢張曉明背後嗰啲處理香港事務啊嘛，要搞嘛。嗯。咁你覺得應唔應該搞？係，梗係唔應該啦。佢點解唔應該啫？咁、要搞嘅而家搞咧，之前又唔搞咁耐啦。佢覺得唔夠得心應手嘛？而家你啲法官都唔聽我點，成日話三權分立，咁咪要搞咯。因為我哋中國傳統文化咧，就係五官大老爺係三權一體噶嘛。三權合作一體啊，唔係合作一體嘅一體添。而家已經好咗，分開咗嘛，分管啦。嗯，係嘛？呢個係有佢哋嗰個劇情需要嘅。但咁有一樣嘢好喎，但我又係贊成佢搞，但呢個搞徹底啲。嗯。而家咁咧就唔拖唔水嘅。嗱，我支持你啊，中央政府，你依家搞徹底啲，直情就用翻曬成套中華人民共和國法例擺香港。將深圳島嘢擺落去咪得？嗯，你再用啲鬼佬法嚟做乜啫？你啲律師費又貴，乜撚都貴，係又複雜，係嘛？我哋都睇唔撚明，又要揾人睇，你識睇law咩？唔識，咁咪咯，識英文都死，係嘛？係好噶，但我叫搞徹底啲，直情係廢咗呢個英國普通法。嗯，你就算你用你而家啲德國嗰啲大陸法人，你一樣可以開開放到市場一樣生存。嗯，即係我遊戲規則我定啫嘛，你啱玩就玩咯，唔啱咪走咯。所以啲人嘈啊，多撚完嘅。嗯，共產黨亦都戇撚鳩嘅，香港人多撚完，好搞唔搞？搞屎棍嗰班嗰啲大狀啊。嗯，因為梗唔撚贊成你搞啦、改革啦，佢哋冇得蚊醒 cap 水啊嘛。係啊，嚇。系嘛？打洋公司你打得起咩？嗯，你打唔得起啊？英國嗰度官司啊，個法治啊，三點水啊，冇水冇得去啊。系啊，最緊要有水啊！系喎，啱唔啱啊？法律喎，冇水冇得去喎。冇水冇得去啊？點去啊？啊，師爺執啲。細狀小狀啊，執啲大狀啊，執啲法官啊，撈啲啊，律政司啊，撈啲幾多撈油水啊？我覺得唔啱啊！有冇撚多人可以當嘢？你搞三權合一喎，屌你會做咩啊？食咩？係啊，係嘛？公檢法一齊，啱啱先？佢做玩曬。政法委書記咁樣講話曬，法官都問佢噶嘛，嗰、那個省嘅政法委書記法官都問佢，你嗰單嘢點判啊？即係使唔使判？即係係咪？會唔會到時使嘅錢？因為中國以前都係㗎，皇帝隨時話冇事冇事，有事有事咧。咁而家啱啊！而家係大帝時代啊嘛，潮流係咪啊？點會錯啫？一啲冇錯，支持。好啦，講緊完支持嘅咧。我又唔反對嘅，但係有得嘢有啲嘢質素，佢哋搞咧搞得肉酸，冇手段，冇吉屎，冇卡屎，係嘛？唔夠理直氣壯，行出嚟哭喪咁樣啊！張曉明個樣，你睇到電視啊？係啊，係嘛？好似麻風上撚咗頭咁樣啊！白癜風嗰啲麻風病啊，仲撚咗似古代。好撚古怪個相，因為佢點解咧？佢哋忘記咗由回歸之前到而家，年年月月都講嘅，梁振英都講嘅，林鄭月娥都講嘅，香港社會係一個好健全嘅法制，先有令到呢一個咁成功嘅國際金融中心嘛。曾經我試講過。咁而家佢就話嗰、那個。代表個法制唔肯健全，先要改革啦。係，咁即係話佢哋準備唔肯玩呢個金融中心嘛？
所以就唔用呢套啦。咁咪搬去深圳玩嘛？去深圳前海係嘛？又想珠海玩，又喺上海玩嘛？咪將你香港嘅就貶值為低嘅城市咯。係啊，咁又係咪正常咧？咁就正常啦。係啦，咁又啱合情合理啦。咁你哋啲人咧移民就有移民，就等你走啦。係啊。而家希望佢唔可以拉閘等你走啊。係啊。如果拉閘你撲街添嘛。冇得走添啊！如果有外國護照嘅人，你快啲就取消個中國籍。嗯。因為唔承認雙重國籍啊嘛。嗯。你取消咗咧，你可以走，領事要保護。如果唔係咧，就唔承認你嗰個外國國籍。嗯。但你以前嗰居英權冇用過，你取消國籍冇用過，因為輪到你唔承認，有另外一套。嗯。所以大家都有心理準備，呢個係正常嘅。因為你講佢啱月，而家呢個唔係講是非對錯嘅時候，你面對呢個政府。因為香港政府。特區政府冇同你香港人講話，佢亦都唔想講話，亦都唔敢講話。但佢想講話、敢講話都冇卵用。呢、這個中央大計嘅政策，一黨專政，要有權威、權勢、權力嘅表現。一言堂。係啦，呢、這個就係、是，但佢已經係益咗你香港人，玩咗廿幾年噶啦，你係已經係安撚落噶。他都冇同你講過，你哋安撚落啦，上位一年就變休息啦。嗯，我覺得啱唔啱？1950年收歸國有啦。你唔好理李嘉誠呢種嘈咩啊？冇撚嘈添啊！快啲走！再嘈拉撚埋你閘啦。嗯，啱嘛？係。係。咁你啱啱正話，你又問我馬雲單嘢點樣睇？點樣埋你啊？馬禮金貨。係啊。嚇、啊！係啊。你有冇抽啊？我就冇啦，好彩，好彩，恭喜你！我有人抽緊咗幾千萬個，嗯，批嘅，佢係正式去抽，但又話明批到俾佢嘅，嗯，中緊咗，但系咧，即係已經實中嘅，即係台底講緊曬數嘅，有一個即係有光明有黑暗呢檔嘢，嗯，就收6%，嗯。但亦都有人咧收到10%，嗯，一成都曬。因為佢將近上市嗰個禮拜咧，係炒到成話賺咗130多啊嘛。係啊，話100多蚊咯，暗盤。暗盤100多嘛，咁你上市80嘛，60-70嘅啫，唔係60-70嘅，講到你70-80咧，咁咪賺成40%啊。係啊。咁我俾咗6%你，賺10%，我大班著數嘛，所以通街搶貨。咁啊啦，有咁你知道我哋馬失運，有叫佢叫馬煙雲，佢真係做緊咗煙雲喎。嗯。周圍有人揾佢個雲頭出嚟啊！而家拎緊成曬俾貨，拎緊曬曬啲馬仔收緊曬，你想做貴？嗰啲 underwriter 啊，嗰律師同你搞兩次啊，以前過唔翻之後要洗緊曬啲錢啊。係。嗰度佢自己已經係冚家產啦，富貴啦，冚家富貴啦。係啊。好啦，嗰集艇仔啦，出交就艇仔啦，拖晒啲油，收捻晒钱，有人争捻咗银行钱嘅，又二案又三四案，我先揾到华文大哥醒佢嘅，俾捻咗我 quota 佢走去揾捻咗艇仔，赚捻6%，咁啊攞捻咗钱，咪点样还捻咗贵你咯？嗯啊！仆街啦！屌你，整招上唔到家屬謝禮，咁咪我哋城中早幾日有人俾人斬咯。嗯，嗱未必係我單啊，我話斬咧唔係斬你單，唔係黃朝嗰單，另外仲有人俾人斬唔敢報喎。嗯，舒服，唔敢報案啊！暗乸底啊！暗乸底。一抵斬啊！屌你乜你去落好撚多鹽噶嘛？係啊，佢嗰啲通常係你未肯批出嚟，你又要俾6%噶啦，還連批俾你，你唔俾咗先冇得批俾你嘅。好啦，咁你話連批俾你，你變咗成孖展喎，借銀行錢咯。係啊，仲要申請喎，咁你仲要走得銀行利息喎，而家咪五包手，你係賺唔賺得還？係啊，
咁呢件乜馬英文咧就好撚搞唔搞？俾個名叫馬毅，即係毅命啦、啊。搞只馬毅上樹，我屌你馬毅一上喺度樹日落場雨，冚家產啦、啊！咁咪就嚟屌咩起啲咁嘅衰名、啊。咁都關事？咁你關事啦、啊，唔撚怕嘥埋命最快埋命啊，大佬！喺我哋佛經啊，所有宇宙間嘅生命啊。除了潛藏海底的田螺之後呢就明白了那個藝名、嗯、藝呢如果你做了藝不知道多億年才能做得回人一路進化知不知道、嗯、最能登頂的生命來的有沒有他整個叫馬藝馬藝上市他不知道大陸呢有人吃炸馬藝的嘛吃了你那個檔的為什麼他就收了個工了生死未卜這個人嗯，呢、這个马英文啊，朝变英文啊，佢叫呢个老生死未卜啊！你老母閪，你真系做大耳窿放贵你，等香喺希望中国人嗰啲僆仔个个争你钱，好捻毒噶呢套嘢，因为佢唔捻使有人抵押，有人成咧就借三几千蚊俾你啊嘛。系啊，个个成身债。佢台湾两个人担保。在他的淘寶有客户那些、嗯、在他支付寶有客户敢擔保你、嗯、保證人你就有人互相擔保人借三幾千他不多當你五千元、嗯、屌你現在中國九億人能不能到二千元個月、啊嗯、他有錢就借一樣先咯買乜買物咯不用還啊不用還息搭息十八厘息屌你啊！冇你冚家產嚟個國家，呢次我哋要俾掌聲我哋習大帝啊，做得好啊，踢緊冧檔嘢啊！因為呢個冚家產啊，啲鬼佬邊度諗得興噶？啲鬼佬咪同你真係搞搞完之後吹水吹緊到高緊咗，屌你咩財色兼收啊，大佬！係啊，批緊埋你股，賺緊埋貨，同你之間做包銷，收你幾多個手續費啊？係啊，屌你邊個死財鬼佬？谷晒水走人啊！你咁嘅死人拍車仔，屌你又冇臭閪扮曬魚乸蟹，走埋啲同鬼佬玩，引蛇入屋，屌你咁嘅所有國家撲街啊！嗱，呢次係啱啦，中央做得啱啦，屌你！係啊，呢啲習大帝做得好咧，非常啱，絕對正確呢、這個政策。但咧就好撚可惜，佢又一早唔撚做啊！咁我唔係淨係嗰只嘢搞呢啲衰嘢㗎嘛人哋啲鬼佬。早啲做㗎嘛。係咪呀如果早做海航嗰啲唔緊要死啦。唔緊要人輸唔緊多錢啦。左踩遲啦。一早做啦。因為你個社會嗰啲人呢冇人格冇道德冇底線冇法律觀念乜撚都冇。只有財、錢、權力。咪財色權力。啲社會點冇人玩嗰個遊戲啊？嗯，而家美國死啦，搞民主搞到而家踢出嚟咁撚大鑊，係咪啊？係啊，美國都大鑊。通常個世界係咁嘅，嗰、那個、叫二化論，喺馬克思嘅學説。嗯，逢一件物件擺落咧，你唔喐佢變埋咁啊個麵包。嗯，啲嘢擺到咪會發毛先？係，乜撚嘢都係個製成，所以點解要成日要搞革命咧？嗯、你革命才可以常青的所以支持繼續革命、啊、你不能革命那些東西就夠在這裡夠了、嗯、慢慢腐所以你們不能明白那些、馬克思的革命理論了今天講少少、嗯、自己要革自己命啦你不革命即是守舊即是落後我覺得對不對、嗯、特別中國更加要革命但我們做得不能徹底的樣樣做一半或者一半都不能夠而家又話要搞革命啦，喺個司法，司法改革咪即係革命咯。嗯，唯一做得啱就鄧小平嘅啫。中國啊，大改革開放，所以做偉人，佢正確啊嘛個路線。但我係支持習大帝做搞革命噶，但佢冇智囊啊。嗯，係。中國要搞噶，嗰、那個宗教文化信仰要搞革命。個黨亦都要搞革命個制度，拖撚到而家，你有咁撚多貪官出事先知嘅，咁即係你嗰個監控系統唔撚得啦。嗯。
點解會出事先知啊？即係你冇得防萬於未然啊嘛，冇你哋嗰套防止貪污嘅唔肯通啊嘛，嗰套制度，咁你害緊社會叻嘅官員啊嘛，識做嘢嘅官員，你唔設計好個防火牆去保護佢，咁有機會貪污，咁你又反映個人才幾辛苦啊，知唔知？嗯，嗱，我哋支持噶，中國要全面大革命，係徹底啲，係啦，要徹底。趁呢個時間搞內循環，自己食自己咁可以搞，係啦，就可以革命啦。係啊，可以搞革命嘅成績。係，一於撐緊仲你啊！呢一鋪嗱，習大帝，係咁先。好，多謝博士。